天上课哈，那个以后慢慢你会习惯我的空调。那我把你们当成通通不懂，完全没有根基的来讲，因为我们以后我们这个大学院的层次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是从头开始讲。那个过去呢，我们这个针灸的起源、发源、历史，我们不浪费时间讲，大家就书上很多坊间都可以看得到。我们要讲的一些是书上没有的地方。好，那针灸我们用这个跟比用中药来说的话，还早了1000年。那过去呢，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用针灸？好，中医的这个针灸呢，已经大家争议很多。那实际上从古到今有非常多的这个名家写的书本，有几个大原则，各位一定要掌握住。在这几种状态之下，我们不用针灸。好，所以第一篇呢，我开始讲，先讲使用时机。我们在病人呢气血大虚的时候。所谓气血大虚，比如他重病刚刚失过很多的血，人完全没有元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下针的，不针。还有呢，针和灸不太一样，我先讲针。在刚做完按行完房事以后呢，也不针，那是因为那个这个时机不好。运动过后，你跑步跑长剧烈运动以后流了大汗以后也不针。喝酒以后呢，酒醉了，我们有酒醉的醒酒的方式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的耳朵耳尖这个地方，就女孩子打耳洞的地方。好，我讲女孩子打耳洞是过去，不是现在。现在里面一票票的打耳洞，我是讲过去你妈妈那一代打耳洞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什么的解毒穴，拿三零针针刺一下，挤两滴血栓，他们就醒过来。那不再不醒过来，就是借酒装疯。哎，所以基本上一个大原则就是说，人在很体力很虚的时候，元气不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下针。那这个，哎，我们除了这种情形，在治病的时候，我们的针可以用在所有的疾病上面，从感冒、所有的头痛啊、所有的胃痛啊、内科病啊、癌症啊、肾衰竭，不管它什么病都可以用针灸。那诸位在学针灸的时候，一定要把中药的部分忘掉。我们过去呢，中医有跟所谓针医，针医，针医是在独立一个部门。专门下针的这个部门呢，专门研究针灸。好，那你们呢一定要学到用针灸可以治很多的病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后面我们再用金方来处理。好，你不能说那我会金方的针灸就不用，或者是我会那个针灸金方就不用，都不行。所以我在教书的常常经过的时候，你要把针灸通通忘掉。好，如何我们用一剂方剂把脖子强硬去掉，五十肩去掉，那就不能用针灸。然后到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人气班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混在一起用，如何针药并施。那所以在针灸的范围里面，我们不谈中药。然后诸位一定要记得，要学到用针什么病都可以治。那灸呢，实际上我们叫灸。你看那个酒为什么叫酒？是一个酒一个火，一个酒一个火。那过去呢，我们是用艾绒，艾绒呢，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找这个艾？为什么要找这个艾？因为所有的过去的部队里面，我们在古代部队里面有西医。对，都是中医，有没有什么西医？你说2000年前我们打仗的时候，2000年前汉朝，我们那个李广钦那个卫青霍去病去作战的时候，有没有美国的西医陪到？
小就知道了嘛，好，还能举手，你不要学那 common sense 没有，历史不用读通的小了没有？那个时候是中医，哎，部队在沿路上开拔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补给。那打到戈壁上，打到蒙古草原上面的时候，除了食物以外，你打到野生的动物有啊，最重要的是水。那这个水呢，没有水的话，这部队不能动。那我们过去，中国怎么找这个水？就有爱，这个爱呢，是到处都有。你在艰难的环境下出生，那我到美国纽约去的时候，我走在马路边我都看到艾草。你看那个进化到这种层次里面哈，这马路边生出来的杂草都可以找到艾草，你就知道它多普遍，生命力多强。好，那端午节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屠刀，这个艾叶、艾叶哈，就是这个艾。那这个艾呢，有个性，艾的性是向下。好，那如果说今天这个部队开发到一个荒原上面，没有水喝，那部队的军医呢，就教这个阿兵哥如何变成艾草，先把艾草收集起来，好啊。弄成一个小塞子，然后放火一烧，一烧的时候，你看它的烟是往上走，再从这边到这边，方圆五米，好，一个圆圈五米，也叫兵部队，到处沿地去看，哎，看到这边有烟冒起来，地上有烟冒出来，这个就是有水的地方。比如说地下有河流在这边，这艾在这边烧的时候呢。它的性是向下走，它就会去找水，找到水以后，它就往上升，所以你一挖就找到水。我们为什么叫人际？我就是告诉诸位一个大原则，就是这个整套这个人际的学问，就是我要教各位如何站在外面看到里面。哎，我向你讲这个信，从此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救你。啊，是为了找水，找这个水。啊，所以你看它烟子往上，实际上它的药力是往下。那在真力不及的地方，我们会常常叫它救。比如说病人气血大虚了，动都不能动了。因为我们你扎针下去，病人有没有用元气很伤嘛？哦，用灸的，用灸的方式。那我们有几种灸？所谓灸呢，我们有第一个最普遍我们使用的是啊隔姜，隔着生姜，隔姜灸。这个所谓隔着姜灸呢，就是我们拿新鲜的生姜。切片，切成片的像我们现在50块钱那种大小厚，然后上面拿牙签戳几个洞，哦，然后艾草呢，示范给诸位看，平常我们叫大概拿这么一戳放在手上面，放在手掌心上面。然后呢，因为手掌心是凹下去的嘛，好，然后你把两个手掌握起来，一揉它一戳，就变成两头尖尖的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翻过来，这个放在那边生姜上面，这一个单位呢，我们就称之为撞，一撞，两撞的撞，一撞，所以我以后跟诸位说，哎，九五撞，你就知道九五的。单位叫壮，在灸的时候呢，这个生姜片不用换，艾草放上去，你用火去点，啊，那个古书上古代没有打火机啊，所以他不会写打火机点，对不对？他就是香去点，那你不要那么傻，老师他是他的灯芯草，我要找灯芯草去点。不需要，它主要是那个火啊，就打火机啊。现在我们读古书啊，要去腐存清，好，那用火去点，
点完以后，他那个用香去点，用香点它也可以，好，它就慢慢慢慢烧化去，烧化变成感觉到温热，温热，比如说很烫，温热就可以拿掉。拿的时候你拿个镊子把它拿起来，旁边呢放一个碗，里面放水，啊、哦，因为哎非常的温度很高，你如果拿个那个没有水的玻璃杯或者空那个没有水的碗，艾草放上去，你点几个几幢在那边烧锅，就看那个碗还是玻璃杯就吹掉。所以说你把它拿起来就放旁边有个水，好了，啊，这个火灭掉，然后再换一个上去，啊，换一个上去。那我们灸的话，我们就是灸丹不灸霜。什么灸丹呢？就是丹数，灸三五七九，我们取它的阳数，好、哦、阳，阳数。因为这个爱本性呢，除了向下走以外，爱性是纯阳的。就是因为纯阳，所以端午节呢，我们把艾草放在门口，能够辟邪，好，它的目的能够辟邪。哎，如果说遇到重病，我们常常灸，比如说我们有灸，病人说病入膏肓，那如果都没有学过针灸，哎，我们有一个穴道就叫做膏肓，这个膏肓穴呢，就百状。按照我们中医的记录是无所不了，怎么的病都可以，所以当你束手无策的给他灸膏肓就好啊，他灸的灸百状，上面几百状都没有关系，灸到这种口干舌燥都没有关系，要救命嘛哈、哦。那我的意思，我只是形容给你听。等到我们介绍到足太阳膀胱经的时候，我会跟诸位介绍如何找出穴道啊，穴位所有的功能是什么。那这是灸，第一个是隔姜灸。那你如果灸到灸比较多的时候，它生姜干掉了，这个就再把它换一遍。你不是说灸五壮就换五遍生姜，不需要这样。好，那有的人呢，他不晓得一灸就等，他说我不要，我要省一点的，他统统烧完。一烧完以后就太烫了嘛，皮肤灸完以后皮肤有水泡。那你如果皮肤起个水泡，怎么处理？很简单，拿一个针消毒过的针哈，旁边在水泡，比如说这个皮肤这个水泡在这边，你不要从上面刺，不要从这边刺，从皮肤旁边刺。好、哦，沿着皮肤刺它，刺它以后，那手慢慢按，把水从这边排出来。这样的话，皮肤会跟那个这个这样连得很好，啊、哦，不会有疤就好。啊、哦，那你是大拉拉就开个口，那个口在上面，然后拉下来这边就凹洞，哦，就开那个疤在上面，那个疤痕灸。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疤痕灸，但是没有那么过啊、哦，不需要那么过。啊、哦，第二个呢，我们在用的时候啊。哦我们叫隔研究，那隔研究呢，就是有研疤。那什么时候研究有研疤？比如说肚脐，我们的肚脐又名，因为讲肚脐实在是不太雅啊。那我们讲那个，我们中医给它取了一个名称，叫神阙。神阙，神阙这个地方，神阙穴，那肚脐上面凹下去动吗？啊，凹下去动。你如果盐巴撒上去，啊，那这个盐巴不能用生盐，这个盐巴呢，一定锅子炒过，炒熟了以后，盐巴炒熟颜色会变。啊，过去我们有两种，我们现在的那个精炼的盐哈，提炼过的盐都不能用。啊，那提炼过的盐都不好，那都是人工的。我们要海盐或者是清盐。所谓青盐就是青海来的盐，那个盐出来可不那么大一个，啊、哦，像那个黄豆啊，比黄豆还大一点，青真的是淡青色的，炒过以后变成红色的。哎，一般的海盐你炒过以后会变红色，暗红色哈、哦。然后这个在当然你们不能说炒完以后直接到了肚脐上，啊、哦，那个肚脐烫到大，那是我没有这样教你，你 common sense 嘛，然后温一点或凉的撒上去，就是熟盐。哦，你不要炒完啊，很急啊，就炒完就变成咔大叫一声，就肚脐烧坏掉了。好、哦，那肚脐烧坏掉，那个口不容易收，因为是刚好那个凹进去的地方啊、哦。啊，所以说你一定要炒过了盐，要炒过盐铺满以后，肚脐贴满以后，再把艾绒放上去烧，这是我们的隔姜隔研究。那隔研究像我们为什么去灸的神肚脐，就是常常很多下利不止，我们要灸啊，灸去治。那我们有两种，一种寒利，一种热利。好、哦。
哎，寒大部分灸，我们认为灸是阳性，是火性嘛，哦，所以用寒力会比较多。好，那简单讲的观念，就寒热的观念，寒呢就是没有消化，啊，你吃进去青菜就排出来青菜，吃进去玉米排出来玉米，啊，你就是寒。哎，那你热的寒的大便寒的力没有什么味道，热的话很臭，很腥臭，啊，那就是热。啊，那灸我们用的寒症会用的比较多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叫做隔算灸，啊，隔算灸，隔大蒜。那大陆上有一种大蒜是一整颗就一个，辣，啊，这个我们现在蒜不是很多片嘛，好像橘子一样，那有一种蒜就一个就是没有，它就是那一个，啊，把皮剥掉以后切片，像那个切那个跟那个刚刚隔生姜一样，50块铜板那么大切起来。然后打洞，然后隔蒜灸。那隔蒜灸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用的，比如说病人久咳，咳嗽一直咳不好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舌头伸出来，啊，就放到舌头上，隔着蒜灸。因为蒜是白色的，辛辣的，色白的入肺，辛辣的也入肺。这时候在隔着舌头上灸，他因为你灸了灸了没办法咳啊，因为你那灸他怕火烧到，就咳就好了。实际上，我跟周围人开玩笑。实际上，为什么？因为舌为心表，他把舌头一直往前顶的时候，我们肺脏有问题的时候，哦，津汗，我们用急滞和缓滞。哦，以后我再慢慢告诉诸位。那什么叫做急滞？什么叫做缓滞？那舌头要它伸还是有目的的啊，哦？有舌头往外伸，心脏力量加强，因为心和肺很接最接近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一灸咳嗽就好。那你不要拿生姜去，伸舌头没有用，要隔着大蒜去。那灸肺的问题，我们都会用隔蒜灸。那这是，所以这两个用的比较少，这个用的最多。那灸的用途非常广，比如说毒蛇咬伤，我临床上在做，我们福尔兰呢，什么都有啊，全世界最毒的蛇也在我们福尔兰。蝎子，那反正毒物咬伤，蜘蛛，啊，任何的毒蛇、响尾蛇咬伤，还有呢破伤风，啊，破伤风呢，比如说今天你手有个伤口，最后你去整理生锈的钉子，啊，在临床上面我们怎么做？那我的病人呢，就是。手来找我的时候，手这样来了，看那个红的哈，你这个手指头一路红红红红，像个剑一样对着手上往身上走。我们在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慢慢把原则跟诸位讲。所有我们有两种方式哈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病人越来越严重？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病快要好？在针灸上面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，病进的时候，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，它不管是痛或者什么东西，它一定是沿着四肢的末梢对着身体方向走，这叫做病进。啊，比如说你刚刚讲的，我刚刚讲的，哎呀，那个手有伤口，就碰到钉子，啊，这就钉子，的确是那个伤往这边走，啊，被那个毒蛇咬到，毒也往这边走，往身上走，往心脏啊，走脑部，啊，哎，这是病进，在病退反的，由身上往四肢走，比如说我们在做针灸，啊，原来是痛在肩膀上，啊，要痛在腰背上，打完一次针的时候，第二天来了，这个医生不好，我病还没好，为什么？我腰不痛了，先痛到脚上去；我肩膀不痛了，先痛到手背上去了。啊，实际上是病在退。啊，当病在退的时候，处方也不能改，针穴道也不能改，一直让它退进为止。啊，当你病在进的时候，你用针灸会用什么方法？病还在进，就是你错了。当个医生呢，一定要能够反省，我错了，你错了，你才会去想怎么样去解决它嘛。那病在进，那这个病人病在进呢，我们一直往这边走，
我一看，我根本真的没有像艾伦那隔江揪啊。他走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在揪着头这边揪，红那个粉红色很痛，他痛到手都不能动。在头这边我就开始放个揪，揪完这两转的时候，你看到红退到这边来，当场哦，两转你看才几分钟啊，然后再揪，才揪这边再揪两转就退，一直揪到手掌心这边。啊，小老兄，我一看他离开心脏，我们这边的穴道这边的劳宫穴，离开心脏去了，好，停止。其实还剩这一段我没有救，其实呢你可以继续救他的，因为那个艾草烧起来哈，很像那个大麻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美国的话在诊所，我们诊所在美国，那一烧起来的时候，病人讲有人抽大麻。好，那我的笑话就是警察来找我看病了。嗯，你这有人抽大麻？好，那我就烧几张，就叫病人回去把窗户打开，让他透透气。然后隔两天的病人回来，我说你怎么样？哦，很好啊，我从你诊所走到停车场就已经不痛了，我可以上车可以开车。来的时候是一只手开的，一直这样一边在痛一边一直手开。啊，那这太太绝对不到医院去打破伤风针。如果你觉得说打这个破伤风针很好啊，包括这个疫苗，这个后遗症很大，对病情并没有什么帮助。好，你们药都不用吃，中药也不用，用灸就可以把它治好。啊，所以我们灸的用途很多，还有呢，疱疹，那个病人的疱疹啊，腰蛇啊，好，他们叫心疣，腰蛇啊、颈蛇这样一圈这样，疱看起来啊，红红的一个小小一小一小的疱疹。那疱疹的时候，我们有两种烧它的方式，一种呢，啊，这个比如说在病人身体是这样子的肚脐，啊，你看它疱疹是这样子，这样一直往那边延伸，啊，你头尾隔江放江去揪它，啊，你开始揪它就停到这里，它就不会再按你了，啊，那过两天退到这里再去揪，这是一种揪。那老师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生的怎么办？不是笨吧？这就这样揪嘛，揪头嘛，啊，这边揪一个，把头揪掉，咱们就把包围住，啊，这是一种烧，还有一种烧呢。过去呢，我们古代的这个看到很多炮子，就是把那个蜘蛛网、蜘蛛的网啊，采集很多了，把那个蜘蛛网呢平摊在这个疱疹上面，因为蜘蛛网很黏啊，哦，有黏，好，哦，就平摊在疱疹上面，就它盖薄薄的一层，然后火一点，就瞬间一烧就烧掉了。烧完以后呢，哦，大概五天到一个礼拜就好了。这是一般小的，像比米粒还小，像绿豆那很小的，好，哦，像五味子那样大小那种，啊，哦，里面还没结了，知道没事。就是像那个绿豆那么比绿豆还小啊，这种粉红色很痛，痛在皮肤表面上面，非常的痛。这时候我们用烧的。那现在呢，你不要去烧，你等一下，我就拿蜘蛛网，对不对？很麻烦。那药房去，我要买蜘蛛网一棒。那在我们现在有个克服的方法，就是用棉花，把棉花呢拉开，干棉花，不要拿酒精的棉花啊，那是谋财害命。好，要一点抗风圣旨。啊，酒精棉花呢，把它拉开来哈，把棉花拉平点，干的嘛哈。然后呢，棉花粘不住啊，因为棉花不是蜘蛛网啊，蜘蛛网有蜘蛛的口水会粘住，才能粘住蚊子嘛，对不对？它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那个胶质在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放点凡士林在上面，因为你目的是烧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把它粘上去。那你如果是你的仇人或情敌，棉花后援；那如果是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儿子。轻轻薄薄的一次，好，我一点，瞬间你就看到烧火里，烧一次就好，一烧完就整个干掉，好，然后我们平常用的呢，用全蝎，所谓全蝎就是整只蝎子啊，好，我们把它烤干，你不要拿个蝎子给它吃啊，我们那个全蝎就有粉嘛，哈，那你要药房去买也可以，好，那过去呢我们是抓到蝎子，就用当场抓到就火烤干，烤成金黄色哈，然后风干风干以后磨粉。那现在药房有全蝎粉，就全蝎粉就好了，放到那很腥味嘛，味道很腥，啊，就放到胶囊里面吃。那一等小胶囊的话，可以吃个八颗十颗，啊，冻进去药，啊，
那外面你可以涂一些我们的一些，就是我们讲中药的时候，再跟涂一些像处方什么涂到外面。所以像疱疹很好处理，啊，那要很厚的棉花，很厚的你自己决定，啊，反正都烧了，啊，那这都是我们灸大致的原则。那一般热症不灸，啊，那比如说这个感冒发烧了，人家已经很热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灸了，灸了就有有些位置不可以灸，比如说多汗的流汗很多的地方，我们一般鼻子流汗很多，头顶流汗很多，腋下流汗很多。你要想，你不要去看那个大书里面，你不要看到书去背，他都蠢啊。流汗多的地方就不要灸，手掌汗比较多，你们灸手掌不要灸，好，手背没有什么汗，手背可以灸，好，背后就可以灸，好，那你好。就我刚刚讲，精液很多的地方都不要灸，那一般灸在眼睛上面，好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师，他找水啊，一灸上就能干掉了，哦，眼睛瞎掉一只，这就是一个 common sense。所以你如果背书，啊，背得很累，你那个观想，那个观念就好，啊，汗水很多的地方不灸，那阴部不灸，啊，老师，他痔疮，我们把它灸灸看，你不是火上加油吗？好。但是火上加油，像我刚刚讲过，热症不灸，那是热症，那你在那边给他灸，好，那好，那痛苦哈，啊，这是一个我们灸的一个基本性原则。那我们在，这是我大概给大家一个观念使用的时机。那我们在介绍经络学十二经络的时候，每个穴道的穴性，还有使用的时机，好，我们怎么治，怎么下针，怎么排穴道灸，我还会。再跟我再诸位再重复讲一遍，我不怕重复讲，我怕你们学不好，就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，然后这样我才可以退休哈。那针灸有一些禁忌，过去呢，我们有一个歌诀，唐丁宁，如果针灸病施，好。毒丝患者，我们叫做套路型，这个啊，过去呢，我们针就是针，灸就是灸，历代一直是这样。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呢，这个他们那个大陆的中医针灸的效果不好啊。这个哪里送到哪里啊，哦，哪里送到哪里，这个我们就不用学针灸了，啊，我们真正的自古相传下来，我请诸位以那个针灸大成这本书呢做我们的教科书，你们可以看所有的地方我们在治的时候都是左病右治，哦，啊，右病当然是左治啦，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采对称治法，那当然像刚刚两讲的那个带状疱疹，我们当然是在天阴的上面灸啊，啊，那平常我们下针的时候，左病右治，右病左治，啊，那他们呢，就大陆没有劝这本书啊，啊，都是烧掉了，文革的书都烧掉了，啊，就民间的有人藏起来，还留到一些，啊，那红卫兵出来，啊，现在我们这年龄就是红卫兵的年龄。啊，所以你看他们出来之后，那个好的中医就给斗掉了嘛。那斗掉了以后呢，他们就看书，哎，针灸扎不好啊。啊，我老是我头痛，我肩膀痛，就扎到哪个地方，这是他们的针灸。哎，在这个之下效果不好，效果不好的话，人就会想到 fancy， 啊 ，fancy， 就是我要很花俏，在针后面放个派头的时候，好，就是针灸病施。古有名曲，啊，你们看《针灸大成》里面的《竞争竞灸歌诀》里面就有。所以我们觉得针就是针和灸就是灸，我们分开了，好，啊，分开了。那我来补充一点，我们还有一个灸呢，我们叫做民意灸。这个民意灸呢，就是我们刚刚的艾绒。好，哦，那各位，我们的艾绒呢，我们把它拿得很小，
一点点都要跑。手搓一搓，搓得像我们的米粒那么大，啊，很小一颗，很小一粒，像米粒那么大，好。那这个米粒那么大的这个艾绒呢，我们怎么固定在穴道上面？就是用凡士林，好，现在用凡士林，啊，涂一点在穴道上，那个艾绒放上去不会烧，怎么烧坏？那米粒灸用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有些像鼻窦炎，我们会在穴道上面灸，还有一些我们在烧那个鸡眼，脚上那个鸡眼啊，啊，你有两个选择，啊，一个是你的爱人来找我，情人来找我，我们用烧的，啊，如果是你的情侣，交给西西开刀，因为开完我也长回来，啊，那根没有去掉，可是呢，用灸的方式一灸。灸完以后，你在那个鸡眼上面直接上，因为鸡眼很小嘛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不是新疆那么大。